大家好，今仔日真荣幸有这个机会甲诸位见面。现在咱要恭请法隆讲堂卢根法师为咱讲解东调百丈大智禅师丛林要诀。卢根法师是一位年轻有为、辩才无碍、弘法利益众生的法师。这个丛林要诀总共20条，就是丛林以布施为行政，乃至借物以慈悲为根本。以上内容意义深刻，无论出家在家、社会国家、家庭公司团体，如果人人受持丛林20要诀，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有真大诶帮助，启示含感悟，请四众弟子用心来听，用心体会来做，绝对可以得到真大诶利益，并且能助长咱无上诶菩提。最后，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诸位观众，诸位菩萨，大家好！现在咱诶演讲。必中大智禅师丛林要诀，要演讲这部就对了。在还未要演讲这部丛林要诀的以前，咱必须要以感恩的心呢，来感恩了达因法师啦，咱屏东这位长老达因法师，伊多伫2005年呢，这个8月12日的时啊。对亲自来挥毫，毛笔字一下，亲自挥毫呢，写这部《必中大智禅师丛林要诀》呢，来送给我，属于这隶书、隶书就对了。伊字体哦，真庄严，有特殊的所在。那么内容我看看呢，下当是100万的就对了。所以看看了，哦啊，惊人！这内容不论是做人做事方面也好，在这个佛寺里面修行也好，在这个社会国家家庭里面也好呢，咱做佛的弟子不能不了解到呢，必中呢，大智禅师这丛林要诀内容太好，讲教咱人如何做人，教咱人呢如何太师太客。啊，修行是以什么法门为稳当的？哦，那是一个座右铭。所以呢，看完了后呢，讲这若无来演讲这部呢，是一个无猜人命啦，真正无猜人命。所以呢，恁听完讲了后，心内是讲，对啊，讲是波动，啊，毋是念来听看卖啊咧。来，注意，我念你听，你听了后保证呢。会乎你一世人当中呢，会个谨记在心，这是必然呐、啊，是一个开悟证果的圣经，伊所讲出来的话啊，每一句拢有独立的思想，教咱如何修行，教咱如何做人，安怎抬起，哦，要安怎修行，拄着境界时心无乱，要如何才袂乱，不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呢，哦。讲得非常的中道入骨入脆的言呢，来看好哦，来看这个
北中大帝禅师庄严要旨安怎讲啊？来看好。北中大帝禅师庄严要旨，庄严以无事为行性，修行以念佛为稳当，精进以持戒为第一，疾病以减食为良药，烦恼以忍辱为菩提，是非以不变为解脱，流障以脑性为真情，执事以尽心为有功，语言以减少为直接，中游以诸侯为尽德，学问以勤识呢为入门，因果以明白为无垢，老师以无常为警惕，佛师以精严为切实，太客以智性为供养，三门以极具为庄严，凡事以毅力为不得，处众以谦恭为有礼，无染以不乱为定力，戒物以慈悲为根本。这有人看清楚吼，这就是当朝北中大帝禅师呢庄严要旨的内容啦，也就是全部。那么在还未要来正式要演讲这庄严要旨的进程，咱必须要把这个作者，也就是这个庄严要旨呢，写这个人呢，这个、作者咱介绍一下哈。那么讲到这个作者，咱大家只要是佛教徒，只要是四众弟子呢，人人拢听会到，拢了解这人物就对了。在咱教内非常出名，也是禅宗的传人呐。伊正正呢，就是呢淮海禅师，哦，拢百丈啊啊，树立清规啊，马祖建丛林啊，就是百丈禅师。那讲大帝禅师是伊以后报名中，因为在生是做真济功德，度化无量众生，建立这庄严，树立这清规啊，伊功德太大了，所以功业遐尼大，有无量功德呢。伊名中以后，淮海禅师呢，咱家伊呢对家伊个号，该尊重尊敬个称呼啦，叫做大帝，知影吼？大帝禅师。其实就是淮海禅师啦，你知影哈？好，要介绍了，听好。大帝禅师本人是淮海禅师啦，是东条人。大帝禅师是伊完结了后，四众弟子对伊尊敬所称呼。大帝禅师将其一生的兴华呢？度无量的众生转凡入圣，是一位具有无量道德、有功业的开悟圣僧。诸位应看清楚吼，无唔对。那么，伊本人是叫做淮海啦，吼、哦，伊是报名中以后，人家伊对家伊的封伊号啦。伊在世是度无量众生啊，互偌济人开悟正果，转凡入圣的啊。论功德嘛，像我讲的，拢一知半个就对了。所以一知半个人，咱敢会当无解介绍一下？吼、哦，你知影哦。好，搁听好哦。下面要一步一步介绍咱淮海禅师哈，也都是大帝禅师来看好。淮海禅师，东条禅宗的高僧，中国禅宗庄严清规之制定者。师乃是福建人，属姓黄，禅师后半生皆在杭州北洞山，今江西洪新关，故世称北洞禅师。师年二十，从广东调安回教禅师入法，于行山发条律师受其足戒，后至安徽。这个普切斯法宗，于大历初年
文马祖独一禅师在江西树立南禅法堂，师随前往，道其自下文化开悟。这就是给咱大地禅师呢，大陆给介绍一下。哦，伊就是调地人呢，是中国古早时代唐朝人呐、啊，是禅宗一个开悟正果的禅师哦。那么过去，哦，中国大陆啊，那么这个禅宗真兴旺，什么时阵？就是晋朝、隋朝、甲唐朝这个时代，所有的佛师庄严的制度呢，的规矩呢，都是呢咱淮海禅师所制定的呢。伊本身是福建人，那么伊在京姓黄啦。那么禅师伊的人生的后壁段呢，后壁生灵大地内呢，伫杭州的百丈山、八重山的所在。也就即马即个江西啊，洪新关的所在，因为伊住伫迄个所在呢，住久啊，哦，啊，佫是老大人，佫有修行、有德行人，人无爱叫伊本名，叫淮海禅师，叫伊第号名，叫做八重。说八重禅师，八重禅师是指着大地禅师，也就是指着呢淮海禅师来讲的啦。你知影吼？像讲日本，有一间学家呢。哦，我呢，运气真好，活到八九十岁吼。安尼，我住伫永康，人就袂叫啊，叫日本法师啊呢，叫做永康法师，啊，永康老人，你知影吼？嘿嘿，同款理由。八重禅师因为住伫八重山的所在，伊修禅宗，叫做禅师啊。那么在这状况之下，人尊称伊、尊敬伊，无直接呼称伊名。所以叫做百丈禅师，其实就是淮海禅师啦，你知影吼？以后咱台湾报道阁经过啊，五十年以后，人讲哦，永康老人、永康老人、永康法师，就是日本法师，记好啊，会记好哦。好，那么阁继续阁介绍禅师哦。那么淮海禅师二十岁时阵呢，跟随广东呢。这个雕安慧照禅师来给他剃度，来如法出家修行。伊这行山呢，法条律师呢，伫受这寄宿戒啦。后来呢，来伫安徽省这个蒲圻寺遐，伫看这大藏经哦。你们看禅师呢？禅师本身自己啊，伊就是有深入这三藏十二部教典，甲要一门深入。明心见性，伫禅宗开悟正果。伫唐朝大历初年时，听到这马祖独一禅师呢，哦，伫江西树立这个，哦，这个南禅的法堂啊，哦，去弘扬这禅宗禅法就对啦。那么淮海禅师共十万迄时块呢，伊同伊轻快家步呢，准直接甲江西所在，伫这马祖独一禅师的座下呢。做伊弟子，然后听伊讲禅法，互伊开悟成正性菩提啊！你开悟正果，真该恭喜，该恭喜啊！好，那么去听好哦，去听好。师最大的贡献，乃流合大小乘的律，制定禅门仪规，正所谓的八重清规，为禅宗的首创法制。数日日遍求足迹，不惜日夜忘食，使平生苦集高兴，凡日常足，无边的仙仪众，众物清疏食足，数物我无得，因可如一人。故庄严有一日不足，一日不食之佳位。好，那么注意听好哈。那么淮海禅师也就是呢，大地禅师呢，伊对佛教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这大小乘的律法概率就对啦，给融合、组合、给完融呢。啊，制定了禅门当中伊的概率，伊的这个仪规，这咱所讲的就是百丈清规啦。
哦，也就是呢，由这个淮海禅师所制定出来，是开山祖师。那么当时是禅宗呢首创的一个法治啦。那么禅师伟大呢，伊逐天一定爱找这个工课来做，哦，伊做甲三更半暝，做甲梦失，哦，伊袂当无做。所以呢，咱这个淮海禅师平常时呢，就是呢。哦，苦集孤行呢，所以呢，伊一工一定爱找工具来做。那一工无工具做呢，伊就绝对啊无食饭呢。哦，所以后来流传一句话讲：一日不足，一日不食。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意思就丢了。好、哦，你既然在出家修行，你也把你出家人的本分事职务呢，给做好。尤其出家人袂当分担。袂当懒惰，袂当懒死，吼、哦，袂当分担哩啦。你若分担懒死，哦，这人啊，像冻烧骨安尼吼，安尼你自然就无好报，佛事带就飘飘啊，飘飘啊，吼、哦、啊，无好报轻轻啊，就飘出去啊，就练出去啊，就对啦。所以做唯有你为家己呢，正福田来铺路，幸福铺路啊。所以啊，咱修行啊，唔忙咧分担咱事哈。那么淮海禅师就一个真好的典范，一日不足，一日不息的。伊讲啊，伊做到半小时，遐所有徒弟讲输啊，遐困啊啦，唔好去做啊啦，啊，唔好遐辛苦呢，年纪遐大。伊讲我也无啥物德行，所以才会当如驾着所有事将来的人呢。伊继续低头摕起来去做，倒沙起来插到去铺咧呢。哦，这拖地板的物件，沙个拖地板，扫拖卡，哦，清洁留拖卡呢。你看，遐尼有道德的人，遐尼平凡，你看咩？哦，一时之助呢，伊同款呢，因遐尼谦卑，哦，对待他人呐、啊，这就是有德行的人。讲我也无德行，我哪里呢？我咧自觉，我太敢差遣别人做工过呢，做工过拢捡捡家己去做，人看真感动啊！哦，伊做工过拢拼伫大众个头前呢，唔像人做一半做得不了啊！伊才走起啊呢，啊，讲我来啊呢，这款人真多呢，人做个得不了哦，做一半哦，哦，啊，再摇摇摆摆行过，讲我过来啊呢，啊，伊来就不通啊，要上客哟。所以呢，这佛寺内底有一款人物无啊？非常的多，做后呢做表面就丢啦，结果非常分担，这款人到最后拢安怎？会飘出去，唔就翻俗去呢？所以愈骨力为上司做工贵，为三宝做工贵，等于为自己做工贵，受你福慧啊！你看是往三世一切诸佛无一尊佛讲伊分担分担，咱是咱是啊！这尊叫做什么佛？南无分担佛，南无咱是佛。哦，啊，南无呢，无爱做工过分，干无这代志，无这代志，所以讲辛苦在做佛祖啊，有道理啊。所以即摆少年仔来出家吼，戆戆的，你也讲，你把这个地板扫一扫，哟，我为什么要扫地啊？你听你该奇怪呀，我为什么要扫地啊？你为什么不叫他扫，偏偏叫我扫啊？啊，把这垃圾捡起来哈，我为什么要捡呢、啊？哦，为什么不叫他别人捡呢、啊？偏偏叫我捡呢、啊？师父偏心啊，师父有私心哦，师父比较疼爱他人啊，师父比疼爱我哦，所以这个笑得出奇哦。那不相当小到度什么吼、哦？拢总会乾坤东乾坤西，计较东计较西啦，这叫做笑人来听哦。啊，那意思唔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在十个当中做无到五个啦，你听哦。拢总是安尼较济，因为少年仔无食过苦嘛，娇生惯养，自细爸爸妈妈疼命命，甲安尼读甲呢，初中、高中、大学、博士几年呢，无食过啥物苦，啊，所以一切伊个如果拢是爸爸妈妈甲分担起啊，妈妈甲分担起，所以无食过苦人呢，啊，出家了有在遐弄个咧讲，为什么叫我做啊？为什么不要叫他做？啊，师父是否有偏心？哦，听你家弟，咱唔知要哭还要笑，你听哦。所以呢，妈祖呢，伊就
建道场啊，吼、哦，北疆的伊树立千规啊，尤其伊以身作则，一日不足，一日不息啊，即款的美德呢，流传伫咱教内呢，变成即款佳话啊。好，水过听无？咱要讲这个禅师啊，毕竟是禅师，就是有修行啊。哦，那么北疆伊的千规。伊内容是讲啥呢？来看好下，必定清规啊，为淮海禅师所制定。禅宗形成初期，禅林尚无制度仪式，该清规设有法堂、净堂、方丈等制度，又规定众僧。分别担任当事、了缘、当主、化主等各种的职务，为八九世纪间中国禅宗脱离律师，维持独自教团生活是必要的规范。这就是毕竟这个清规啊，由淮海禅师所制定的呢，这是公孙的百丈禅。这个清规也内容就对，哦，在八世纪、九世纪的时呢，风行在这个东调左右啦。那么现时就形成呢，佛教传来到这中国呢，是中国佛教的特色的所在。伊渐渐把这个戒律的问题呢，变为丛林化、丛林佛法化呢，哦，有一个中国的佛教的这精神界特色的所在啦。是讲佛法呢，传到日本。变成日本佛教的特色，传去到韩国，变成韩国，伊这佛教伊这风范介特色的所在，哦，传到任何这国家，都受迄个人民百姓的接受，甲风俗的影响，都少呢配合伊国情的状况啊，是变成迄个国家伊特色的所在，这个中国佛教特色的对啦，哦，啊，即马台湾呢？咱个台湾这个国家嘛，为佛教特色呢，咱即马就当连贯主题啊嘛，是不是啊？好，那么就听咯。那个啊，淮海禅师过介绍一下哈，到底伫世间做偌济功德，伊活几岁呢？当时往生的呢，来注意看好。淮海禅师兴化四众，令明心见性者不计其数。转凡入圣者不胜枚举，五道者甚难估计呀。坐下以五笔写文禅师，为山灵佑禅师稽首，属于元和九年入籍，世寿九十五，历史大智禅师，塔号大宝圣轮。诸位看清楚吼，无唔对。所以咱们讲这个毕竟大智禅师丛林要经呢，为在在潜在道理的原因呢，咱们讲一人的论，讲一人的吉祥，讲一人的格言，哦，讲一人的要经发展呢，对方这个作者一定要有开悟证据，安尼唔知我到底要人群利益众生啊，你讲一挂世俗的小说啦，啊，讲一挂世间书啦。这无法度利益众生。那么今天，淮海禅师是一个开悟证果的圣人，伊予人明心见性的人呢，会当不计其数；予人转凡入圣的人呢，不胜枚举啊。五道人已经无法度估计就对了。啊，当中伊有两个足得意的文生，就是黄碧西文禅师啦，甲蔚山呢，这灵佑禅师啊，因两个基首。你知影吼，上出名的当然开悟证果非常多啊，但这两个较出名啊，较出色啊，多啊，众生较知道着啦。那么，伊是这个元和九年来入涅槃，哦，来归空，哦，安尼啊。那么，伊世寿偌济？九十五岁。因为在世时做无量功德，无量的这个功业呢。所以以后人注重地主给他对家一个法号叫做大智禅师，哦，他的名叫做大宝圣轮啊，
哎，怎样吼，注意。好，搁听好。那么以上，咱就把这个大地禅师伊一生当中的大机缘啊，给介绍，因为详细解说最无七天讲未完呐。伊一生当中活到95岁，恁一两天讲会好，所以给伊重点是给伊哦，提出来给注意讲有一个概念了，咱正式要讲出伊的内容啊，也就是呢。大地禅师伊丛林要经，伊所写的这格言就对了。这对着迄个地主有真大的警惕的作用，哦，提醒的作用，启示的作用，互伊修行有一个方针，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归宿，这点上要紧。有人经典看真济，有84000法门，又搁死在84000法门的主下，哦，你看麦。咱菜塘食菜，菜加死啦！即句有意思着哦。咱咧修行的当中，84000法门学了了，结果又搁死在84000法门的主下，哦啊，无一门深入就丢啦。啊，那么这个大地禅师本人，伊就是安怎呢？伊32部教典学了了，伊出家时就咧是或者诵经嘛，或了后。开悟证果了呢，就一门深入，一禅宗入门就对了。哦，虽无简单呐、啊，尚无简单注意。当然哦，哦，这个淮海禅师是开悟圣经啊，所以讲出来话呢，每一句话都是咱要还出世解脱，互你正业还，互你养做人，互你养大大气。有人真可怜呢，伊免抬起呢，好抬起拢凊彩应付应付的，起码计烦计烦恼时哦，应付应付安尼尔，啊，互人呢失望，互人对无感，所以如何做事抬起，哦，这是呢一足大学问呢。有关这個问题，咱大地禅师有真明确，伫这个丛林要诀，哦，敢足大呢。树立这格言，予咱有一个遵循，要安怎做人，要安怎做事，修行要安怎以方向呢来入门就对啦。伊讲真详细。那么，这丛林要诀前后呢，都有20项的修行的要诀就对。对，20项呢，都要念完一遍啊哈。那么，现在咱就要提出来呢，甲注意报告，头一个叫啥？丛林是以无树为形成呢。哦，这句足水。丛林就是呢，寺院内底出家人住的所在啦。哦，以无树为形成，一间寺院内底吵吵闹闹啦，乱成一团啦，无规律啦，无原则啦，无制度啦，无条例啦，无戒律啦，这间寺有滴啊，定无滴啊，无意义啊啦。因间隔佛法呢，如果若无戒律维持条呢，就亲像讲呢，这罐头无防腐剂，结果呢，无5天10天就拢去氧化，氧化跟臭烂去呢。哦，就是茶杯啊呢，伊等破一空、二一空呢，等老了了去。所以戒律就是维持一个团体，还是个人修行，卖叫老失去，卖叫臭去，卖叫污秽去。哦，是保障自己、维护自己，诶，德行的圆满、道德的圆满、功德的圆满、戒定慧的圆满，爱加就戒律有持条诶。你看台湾的佛师真济啦，哦，啊有诶佮无佮持戒律啦，哦，顶管讲诶命令，下骹无佮你信，哦，啊下骹做代志诶，顶管袂欣赏，上下乱成一团啦，无佮持戒律啦。顶管也翻，下骹也翻，中也翻，乱各国。所以一件事会兴未兴，一件事有正法无正法，是问伊到底有持戒律无？那无持戒律，这件事是有存在啊，定无存在啊啦？我先讲啊，比尼宗下佛法寿命，比尼欲诸佛法亦诸，比尼欲亡佛法亦亡啊。意思是安怎解释？比尼宗就是戒律。佛法的寿命啊，哦，那么佛法寿命是加这戒律维持条的啊，
互伊无流失，无互伊破坏，无互伊烂去啊，无互伊翻界啊，无互伊堕落啊。哦，戒律就是佛法寿命，戒律若消失，佛法就念伊消亡去啊。啊，戒律若存在，佛法就存在啊。哎，知影吼？哎，叫啥呢？比尼宗家佛法的寿命，比尼玉珠佛法玉珠，比尼玉王佛法玉王啊。所以丛林内底要有无代志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有戒律的存在。哦，那么你要大家持戒律时呢，大家相安无事啊，互相互爱，互相诶体贴，互相关心。哦，卖你做伊个，伊做伊个，你见我断安尼，这卡计嘛有一堆代志啊，要怎兴旺呢？所以一间佛寺内底啊，吵吵闹闹。哦，遐一栋，遐一栋，遐个弯，遐个搭，遐冷静，遐热静哦。即间寺我看有存在，还是无存在啊啦？空有一间足水足水的寺尔咧，内底暖悠悠啊。所以有时上大上幸福，就是哪？要形成的办法就是爱无事，要无事大家持戒啊，你知影吼？好，即、这个无事唔是讲呢，代表着无事呢，伊定义是安怎呢？听好哦。无事就种爱建立伫有事的身上的净化，叫做无事啦。啊，并唔是讲故意呢，无做、无爱讲话、无爱动作，啊，无爱修福报、无爱做三宝事，叫做无事呢？哪能误会哈？无事是建立伫有事的当中的净化解脱，叫做无事。啊，并唔是讲离归呢，你完全无爱做，叫做无事，哪能去断灭去啊？哦，所以你看，咱看到这大地禅师，伊这庄严就好啦，非常兴旺。哦，伊去讲哦，一日不作，一日不醒呢，哪里无代志呢？伊一工甲暗做甲，讲做甲无听的死在昏去啊，做真侪工贵啊，无代志找代志来做啊，做轻易收福报，为上主服务啊，也是一贯修行啊。所以在这状况之下。咱叫做啥呢？做一切代志无染着，解脱叫做无事啦。无呢，伊度遐侪众生开悟证果，互偌侪人明心见性，互偌侪人转凡入圣，哦，互偌侪人去开悟啊，太无代志啊，有啊。啊，但是遮尔侪代志当中，伊未染着呢，哦，伊度偌侪众生做偌侪代志，叫做无事啦。哎，知影吼，这是一款的说法就对。总共一句，这个无事才是佛事的兴旺。那讲哦，这有代志呢，哎呀有代志呢，害啦，这件事就未平安啊，乱成一团。哦，所以啊，庄严是以无事为兴旺，咱嘛要讲世间事啊。啊，说世间事就安怎？你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我爱以无事为兴旺，你一个家庭、公司、国家咧乱成一团哦，这人民百姓不幸啊，家庭的兄弟姊妹你子女不幸啊，阿母定冤家，兄弟姊妹吵吵闹闹呢，哦，一家庭乱成一团，哦，不幸啊，透希望呢，好，赶快旅游嘛。佛寺这款的立场套用世间法呢？诶，世间法嘛是佛法啊。所以过去的真侪社会上高人，拢是东调、宋调、明调，哎，晋调以前，摕一寡佛寺足好的戒言、甲修行方法、做人做事、修行方针呢，摕去世间上去用啊。结果，拢成大器呢，拢苏东坡啦。哦，李白啦，遐诗人足侪人研究佛法啊，到尾甲佛法的好处呢，搬搬为儒家去呢。哦，结果呢，成为大诗人啦。哦，所以佛法爱提起用，佛法唔是做学问的用尔，啊，就是伫生活当中。所以佛法干我，就是佛法啊。啊，佛法无干我，变成世间法啊。所以佛法跟世间法是不一不二啊。干我，安尼世间法就是佛法；无干我，佛法就是世间法。你知影吼？好，随便听哦。
那么这中年要给他无代志呢？人人爱持戒律，以戒律和平相处啦。那么就圆满。哦，咱佛门讲叫做六合敬，有六项代志哦。哦，以和合互相相敬就对啦。那么这六合敬呢，有分做理合啊，甲属合啦。那么什么个理合呢？来看好，理合者，正特别大众共同修正所选择是特别道理的，就讲大家共同的目标就是爱正一只盘，爱开悟正果，正了即正的境界。以理来讲就是呢，吼、哦，大原则就是呢，吼、哦，啊，事相方面呢？那道理讲是讲啦，迄是理想啦，迄是目标啦，迄是咱的最后归属地啊。啊，但是思想当然会翻流啊，啊，思想嘛爱做够啊，安尼叫做属合。啊，属合呢，就咱讲的六合进啊，好看好。第一，心合同住；第二，口合无争；三，意合同源；四，戒合同修；五，见合同戒；六，理合同根。这就是所讲的呢。咱修行的过程当中，出家人爱有六合敬，大家好好较和气的，互相尊敬者呢。好、哦，第一，心合同住，就身体爱和平相处啦，叫心合同住啊。第二，口合无争，从这样的语言，大家互相唔当伫个争论争端呐。啊，在起心动念的意合同源，心意呢共同心源，共同以涅槃解脱为咱的目的。来，戒合同修，戒律共同遵守啊。好来，第五呢，见合同戒，咱的见戒以佛的见戒为见戒，以书字为书字啊。哦，哦，以佛心为基心啊，以佛的涅槃做咱修行同见解啊，莫有家己的观念、家己的思想，哎，就出入去啊，叫见合同解。搁第三个利合同根，哦，利益哦，团体大家共同啊，定根呢，哦，这个利合同根呢，这叫合根。啊，如果呢？佛是大家拢总以六合敬作为修行的大原则呢，安尼这个佛事呢是幸福的，是安详的、安定的、平安安稳的、和信和爱和在。哦，那佛事是安尼啊？你国家、家庭、社会、公司、工厂、团体，共款啊，有这款六合敬的精神呢。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百姓是有希望的。国家人民百姓家庭是幸福的，哦，大家是和谐安详快乐的啊，无唔对。好，那么注意听好哈。那么咱要讲第二个问题，讲是庄严是以无私为心性哦。即马讲第二个格言，叫做修行是以念分的为运动，为运动就对了。到底状况如何呢？来听好哦。这句话是由开悟正果的这个大智禅师本人所讲出来。啊，那么伊又果是呢禅宗开悟呀、啊，明心见性呀、啊，啊，竟然讲出念佛修行呢，是以念佛为运动，安尼心上讲转转话呢，这都是真理哦，来看好。第二，修行以念佛为运动，运动就对了。这句话是由了大智禅师，也就是淮海禅师亲口说出，事态严重啊！因为大智禅师是参禅而明心见性的，是标准禅宗的传人，也是禅宗的祖师。竟然讲出修行是以念佛为运动的，在在说明了禅师有伊自己独到的见地。不然在这东条的年代呢，是禅宗跟这净土宗互相是格格不入的。念佛人未当参禅，参禅的人未当念佛，
念一句佛呢，就要刷到三天，礼佛一拜呢，就要流涂开流七天呢。由此可见，大智禅师在禅境上证之手，另有独到破天荒的见解，令人感服与敬重呢。诸位看了吼，无唔对，这句话法语呢是由呢大智禅师讲出来呀。那么淮海禅师又果是禅宗呢？哦，伊个开悟证果啊，讲这句话出来呢，事态严重呢。哦，作者来讲话呢，因为伊是禅宗来明心见性，禅宗来开悟证果呀，又果是标准禅宗人啊，又果是禅宗的祖师啊，证人讲出这个话啊，修行是以念佛罗为稳当的。吼吼，哎，在在说明了。禅师伊确实有伊独到的见地啦，有相当的伊见地哩。不仅为者呢，在这东朝时阵啊，净土宗和禅宗两个是格格袂入的呢。哦，是冤家死对头呢。念佛人袂当参禅，参禅的人袂当念佛啦，格格袂入啊。哦，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禅宗的人哦，已经刷扣三工。你看对外侮辱，有伊用伊滴啊。哦，心就是佛啦，念什么佛？伊安甲你讲啊，啊心就佛，心就佛啦，他就去流涂骹，所以流涂骹流一遍吼，啊涂骹七外久，七天，念一句阿弥陀垂无清净，刷到三天，吼、哦，你看这两个，吼、哦，完结死里头的啊，禅宗跟净土宗的啊，哦，由此可见大智禅师啊，在迄个时代，伊就知影禅宗，哦，上证之手呢。有这独到的见地吼，破天荒的见解吼，这是值得咱来尊敬、甲尊重的所在啊，非常感恩啊，无简单咯、哦。伊知影，理性遥远呐，众生福报浅，业障又搁重啊，又搁深啊，烦恼众生啊，要得手开悟证果无容易。吼、哦，伊讲出伊心声哈、啊，你知影哦。我感觉大智禅师真伟大。伊袂因为伊禅宗人，伊就叫人卖念佛；袂因为伊禅宗来开悟证果呢，就讲念佛唔好。伊反倒等下讲修行是以念佛为运动呀，较运动就对。哦，所以知影讲念佛容易得手，容易成就啊。所以大智禅师才讲出伊心内话，吼、哦，要办生死、办轮回，要出离三界、顿定六道呢，最佳的途径。不止法门，念佛往生净土，道出了伊心内的话啊，也是众生末法时代、上法时代的需要啊。你看伊伟大就好，所以令人真感服、真尊敬。好，去听好，卖讲是禅宗的传人，安尼讲啦，安尼讲什么呢？净土宗元调这位幽潭大师，安怎讲念佛的殊胜甲功德哦？来看好，好、哦、这段袂当无看，无看你的后悔，你的精神观哦。来看好，观调幽潭大师云，是一句阿弥陀佛，只出一念是我本师，只出一念即是化佛，只出一念是破地狱之名将，只出一念是斩群蛇之宝剑。指出一念是开黑暗之明灯，指出一念是渡苦海之大船，指出一念是达唯心净土。一句弥陀圣号，念念现前，念念不离心，有事无事如是念，安乐病苦如是念，生死死时亦如是念。一念分明不昧。净土圣境现前，三圣刹那接应伊。注意看哦，咱要听就听遮啦，要看就看遮啦。遮拢是重点，拢是眉角的所在啊。社会的地主呢，终其一生当中，真也听真济啦。人未讲呢，就看到人拿后钱啊去啊啦。这款人非常的济，但是伊无一文深入啊。请这问你。听遐侪经啊，问遐侪法啊，你念不念个一心不乱袂啦？你去念个啥物境界啦？
念到现在来对往生净土的信心是百分之几呢？你家己能考量反省家己啊？是元朝幽潭大师讲这话，逐句话甲这念佛的名工的完全无私呢，公开甲讲出来，用持一句阿弥陀佛，天天清净，恭恭敬敬，欢欢喜，快快乐乐，来念一句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是我本师，唤醒我自性佛，是我本师。念佛不是念阿弥陀佛听的，啊，不是念讲好听、歹听，互人听的，是念我家己听，唤醒我自性弥陀。阿弥陀佛，是佛给你叫，还是你叫醒家己呢？反正这问题，灵念所念的拍成一片，无灵所对立吗？但是大家这绝对的自性去卖啊！哦，持一句阿弥陀佛，只出一念是我本师啊！无你自性佛，谁能念佛？阿弥陀佛是比你念吗？哦，干那比我所念，和我所念安尼念吗？难道你无肯定你自性佛吗？哦，幻境本师。吼吼，这句上水啦！咱在迷梦当中、烦恼当中，拢总诶伫迷梦中啊！吼、哦，毋知沉沦啊！啊，咱来声声句句唤醒咱自性弥陀，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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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安尼是毋是大快人心啊？所以念不人念到最后，明心见性，人大有人在。伊讲哦，只出一念，何一念？阿弥陀的圣号，即是化佛。好、哦，就哪阵就阿弥陀佛的住在咱自性中，哦，唤醒着我，啊，我能念阿弥陀佛，能有相互相成作用滴啦。加这阿弥陀佛唤醒我，我有着自性佛，因为自性佛念出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自性弥陀显现呢。念一句佛号呢，当下就是呢化佛的。哦，非常水啊！所以你敢捌听过这道理啊？正正常是咱老的念佛的方式较坚定啊呢。哦，一般人念讲敢要往生净土呢，对这道理拢无深浅哦，安未使哦。今日就是要注意正常是咱老，莫永远伫咧原地站脚步啦。互你念佛的功力、念佛的境界、念佛的坚定呢，搁提升着着。伊个讲。基础这念，这念是啥？弥陀的圣号，是破地狱之名将。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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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甲阿弥陀念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无疑心，心无疑想，心无杂念，当下呢破地狱之名将。三明众，阿弥陀佛，这句圣号啊，让你出离地狱、畜生、恶鬼啊，让你三恶道出离啊。哦，你不要做三恶道，唯一办法念佛来出离生死啦。个破三恶道，破地狱是明众啊。这句阿弥陀佛，足足有余有春啊，春到黄梅啊，就对啦。水啊，吼吼，上我就讲这个话啊，念一句圣号。破地狱是勉强啊！佮讲啊，基础一念是斩棍侠，是宝剑。什么棍侠？棍就足济啊！咱自性的贪嗔痴无明，这棍侠。咱讲万道之道，讲食醋，讲老后脚筋，讲抹乌，棍侠。贪心、妄动心，哦，啊心未讲随意。做共诽谤诶，做两色之意诶，棍侠，哦，杀盗淫妄，哦，三毒十恶，棍侠，一个阿弥陀甲念落，即个棍侠心内无清净诶杂草甲心魔呢，全部甲摆平，哦，顺住宝剑呢，甲破开、切落开、甲斩掉就对啦，叫做基础一念。斩棍侠之宝剑啊，吼、哦，非常水啊！咱人袂当有两念啊，有佛念就无妄念，有妄念就无佛念。
哦，一心不能两用啊！当伊念阿弥陀的时，就如同摕一支宝剑呢，向着贪嗔痴心内滚下呢，无客气呢，哦，大刀阔斧开始扑了就溜了，斩滚下是宝剑啊！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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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心内这贪嗔痴暂时了了去啊！各听好，只此一念是开呢黑暗之明灯。那个黑暗，内心的见思、迄定识、无明迄全部净化掉，你知影吼？哦，啊，只此一念是度三界苦海啊！啊，出离三界，出离六道轮回啊，去度苦海之大船啊！啊，念一句阿弥陀，大家自性弥陀，自性净土啊，心净净土净啊！为心净土啊！啊，一句阿弥陀的信号呢，念念现前，念念不离心。你有事该念佛，无事也该念阿弥陀。该安乐、该清净、在快乐时，也该念阿弥陀。该痛苦、该郁卒、该郁闷，哦，一心也爱念阿弥陀。生时念佛，死时嘛爱念佛。予你一句阿弥陀分明不昧啊！到时阵净土圣定自然现前，观音世子阿弥陀三乘呢，自然就接你往生净土去。哎，你自成正吼！所以修行啊，无闭关啊，把阿弥陀念一条、教条、菩条、六条，无往生，嘿，就奇怪啊！所以诸佛菩萨的话你唔听，摩西咧讲的话呢，你苦苦行，即款人真济呢。圣人讲话唔听，啊，即个瞎子瞎见人讲话呢，苦苦互扭去行呢。吼，即款人非常济呢。你知影吼？哇，真是真时间到啊哈！但是呢，我还去念一遍，吼，太水了，来听哦。持一句阿弥陀佛。只出一念是我本师，只出一念即是化佛，只出一念是破地狱是明众，只出一念是斩群蛇是宝剑，只出一念是开地黑暗是明灯，只出一念是度苦海是大船，只出一念达唯心净土，一句弥陀圣号念念现前，念念不离心。有事无事如是念，安乐便可如是念，生时死时亦如是念，一念分明不昧，净土圣境现前，三乘刹那接应。诸位看了吼，好，看了了清楚啊吼。进入高调时阵时间无允准啊，咱明仔载节目愈来愈精彩。第二天明天呢？必中大地禅师中林耀杰，再会。Thank you.